快跟去看看！哎，等等我！哎呦，好痛啊！昨天健健说脚扭了一下，可没想到会这么严重。彭院长，您快给看看！从检查结果看，骨头没事。如果当时及时检查治疗，就不会这么严重。原来健健没来踢球，是因为昨天受的伤变严重了。布丁丁，魔王在利用健健吸收黑暗能量，我们快去找李时珍爷爷。嗨，跳！嗨，布丁丁，百草仙境。 就快拿到了！李时珍爷爷，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！布丁丁，你们没事吧？没事，还好有个肉垫儿。我有事，李时珍爷爷，魔王又在捣乱呢。事情我知道了，要对付魔王，还缺少一位桃仁精华。桃仁精华？嗯。 桃仁是桃子成熟的种子，具有一定消肿化瘀、润肠通便、止咳平喘的作用。桃仁有些许毒性，要经过处理才可少量食用。酷，那我们去找桃仁精华吧。布丁丁，仔仔同意。《本草纲目》会指引你们的。 还想和我捣乱，气得我肚子都饿了。大王，人家给你做了爱心午餐。嗯，要想个办法对付他们。这是什么玩意儿？你想让我中毒了？快去阻止草本仔他们。这次要是失败了，你就给捣蛋鬼他们做饭去。大王不吃完，人家就不去。别烦人，快去。要是真吃了这玩意儿，没等统治世界，我就先完蛋了。大王讨厌人家了。哎呀，是你们！软软腰，草本仔，准备战斗。嗯，都是你们害得人家被大王讨厌了，人家要教训你们。啊！药晶石，药晶石是我的了。 哦，人家忘了不会游泳了啊！救命啊！啊！救命啊！怎么办？药晶石丢了呀！别急，你的先天之气应该能和药晶石产生感应的。哦，我差点忘了。上钩了！哎，这是什么？闪闪发光的，真有趣。 不过，我想钓的是鱼。还美人鱼，受伤了，得先疗伤。人家这是在哪儿？别动，你的伤还没好呢。啊！ 终于让人家拿到了。 你受伤了，别乱动。对了，你是谁？为什么会在这里？这……哎呀，草本仔他们来了。对了，让这个笨桃仁拖住草本仔他们，我好趁机吸收药晶石的能量。人家是软软腰，被那两个坏人欺负，才掉进河里的。那你在这里好好养伤，我去对付他们。<笑>哪有时间养伤？ 吸收能量要紧，我感觉药晶石好像就在附近。站住！今天我桃仁仔要替天行道，教训。
诉你们，你是桃儿仔。孤零零，你什么这么凶啊？别装糊涂，看我的桃核弹弓。怎么一见面就动手啊？孤零零，一定有误会。终于完成能量吸收了。说说忍妖，孤零零，药晶石怎么在他手中？人家已经吸收了药晶石的所有能量，这破东西已经没用了。啊，药晶石坏了！现在人家要把你们抓去献给魔王大人，这样大王就不生气了。什么？你是魔王的手下？仔仔不会让你得逞的。你已经不是人家的对手了。他学会了曹本仔的招数。哼，还没完呢。我看穿了你的弱点，曹本仔。哎呀！哇哇！哎呦！哼！我最恨骗我的人了，真是多管闲事。隐生，你要紧紧握住药晶石，把先帝之气输送给他，他是正义的力量，一定可以复原的。好，我试试。药晶石会复原的。活该！居然想让药晶石复原，别做梦了！哎呀，我不会松手的，快点松手！药晶石升级了，不好，人家要逃走才行。身体好难受，怎么回事？哼，冉冉妖，你受伤后没及时治疗，还剧烈运动，身体不难受才怪。草本仔，好机会，我们上。百草金黄，为我所用。波尼丁，草本精灵出击。人家不怕你，嘿，孤零零，我学会了你的能力。大王，人家只想给你做饭。耶，胜利了！对不起，我误会你们了。孤零零，没关系啦，仔仔想要借用你的桃仁精华，可以吗？当然没问题。酷，那我们开始吧。时间紧迫，我们开始配伍。药食同源，健康之源。波灵灵，天元合一。要成功了吗？不爆炸我都不习惯了。我就知道。大王，您没事吧？我马上做个恢复精力的补餐。天哪，李世珍，你还是把我封印算了。软软腰，给捣蛋鬼他们做饭去。来，吃饭了。大王，饶了我们吧。健健，以后要记住，受了伤要及时就医检查治疗，不要等严重了才来啊。嗯，我记住了。哈哈哈哈，耶！
蛋糕放太久变质了，要赶紧扔掉才行。妈妈，我放学了，我肚子饿了。妈妈马上给你做饭。妈妈去接电话，讲讲去帮妈妈把变质的小蛋糕丢掉吧。好的。好饿哟。好像没事啊。真香啊。吃了应该没事。居然吃变了质的食物。多吃点，生了病我就可以吸收黑暗能量了。波灵灵，快点，魔王又在捣乱呢。我这次一定比你快。哈哈，超过你了。啊，小心。哎呦，草本仔，等等我。哎呦，肚子疼。童院长，讲讲吃了我要丢掉的变质蛋糕，您快给看看吧。是吃了变质食物引起的肠胃发炎，别急别急。我们快去找李时珍爷爷。嗨跳嗨，波灵灵，百草仙境。波灵灵，李时珍爷爷。人呢？哦，酷，有包子。衍生，别吃那些变质的包子，要扔掉的。李时珍爷爷，您快想想对付魔王的办法吧。事情我知道了，要对付魔王还差一味鱼腥草精华。鱼腥草？我好像吃过。鱼腥草为多年生草本植物，它喜欢生长在阴湿的地区，具有清热解毒的作用，对肠炎痢疾也有一定效果。而且它营养丰富，是百姓餐桌上的一道健康菜肴。本草纲目会指引你们，快去吧。哼，又想给我捣乱吗？软软妖，对了，他被罚去做饭了，这可怎么办？大王莫慌，俺伤口怪来也。人呢？快下来！哎呦，你怎么来了？听说大王东山再起，俺伤风怪特来投奔。很好，我正想派人去阻止曹本仔他们，就你去吧。敢妨碍大王，俺绝不饶他。哎呀，大王，是谁这么大胆，敢打伤您？没事。大王，俺是男人，不戴首饰。这是恶魔手环，能让你控制风火冰雷等力量，去好好利用它给我办事。得令，多谢大王，俺去也。我怎么这么倒霉啊。哎呀，看那是鱼腥草精灵吧。波灵灵，仔仔去问问他。波灵灵，你好啊，你做的雕像真棒，几乎和真的一样。怎么回事？喂，你听不到吗？哎呀，好疼啊。哎呀，刚才吃的专注蛋糕失效了，看来要再吃一块。咦，你们是谁啊？来做什么？我是衍生，他是草本仔，我们都来半天了，你才发现哦。不好意思，我为了能专心雕刻，吃了可以让人不分心的专注蛋糕，所以没发现你们。波灵灵，我们是来接鱼腥草精华的，可以吗？可以啊，不过要等我先把这个木雕完成。波灵灵，没问题。我再吃一块专注蛋糕，这样能更专心，很快就会完成的。这个蛋糕好像放太久发霉了吧？没事的。怎么回事？你们就是和大王作对的家伙吗？波灵灵是魔王的手下。没错，
俺就是魔王最得力的大将伤风怪，让你们看看俺恶魔手镯的厉害。啊！哎呀，喂，鱼腥草精灵，我烧屁股了。不行，他吃了专注蛋糕，根本听不见你说话。哎呀，这可怎么办？哎，还没完呢。刚才木雕明明就要完成了，怎么会？哪儿来的糊儿？布灵灵，你的屁股！烫烫烫烫烫！好险！这是怎么回事啊？都是那个叫伤风怪的魔王手下干的。是啊，又怎么样？可恶！竟敢毁了我的木雕！看我教训你！看我的鱼腥草霹雳拳！哎呦，肚子好难受啊！真没用！啊！哎呀！啊！哎！啊！我们先躲一躲。别想跑！可恶的大树，敢阻挡俺，看俺怎么教训你！他怎么和大树过不去？波灵灵，他很容易被激怒。关键时刻怎么会肚子疼呢？让我没法释放精华。一定是你吃了那些发霉变质的专注蛋糕害的。原来如此，都怪我只想着做木雕。木雕？我有个好主意。鱼腥草，你的雕刻很棒，先雕三个，然后我们……没问题，酷，好主意。看你以后还敢跟俺再作对！哎，那些家伙呢？想逃走？没门！哎，哈哈哈哈哈哈！打中了！哎去！俺果然是最强的大王，俺成功了。波灵灵，谁说的？什么？怎么回事？鱼腥草刻了我们三个人的雕像，草本仔再给他们加了点小魔法，这么酷的计划，想不到吧？气死我了！机不可失，草本仔，该超级组合登场了。百草金黄，为我所用。波灵灵，草本精灵出击！波灵灵，我学会了你的招数。你们说这不算好看。太好了，好在刚才变质的蛋糕吃的不多，现在肚子好多了，以后我可不敢吃发霉变质的食物了。波灵灵，这才对，魔王还在吸收黑暗能量，咱们开始配舞吧。没问题，时间紧迫，我们开始配舞。药食同源，健康之源。波灵灵，天人合一。好，又失败了，我要赶紧逃。大王，救火呀！好烫啊，好烫啊！大王。这是谁害的？俺替你报仇！江江，以后吃东西要注意，过期或变质的食物不能吃，会吃坏肚子的。我记住了。
哦耶！